同学，然后保管后面头皮啊，前面螺丝也要拆。头前这块零片爱拆的，这里有两个那个很长的螺丝柱锁进去。镜头给我吧。哦，就是这个，你看这螺丝有无？这要拆开，搁这，还有这两只，啊个后壁，哦，这个部分，你看螺丝摆得好，开始动工，来，这个就直接拉掉了，这种扣子我最讨厌，很容易掉，然后那边也是。然后螺丝拆掉之后，这个拿下来，拿下来好了啦。来，拆下来之后，螺丝在这边，哦，新型的，哦，很长的螺丝柱，那边也是两颗拉下来，然后用那个新型套筒跟扳手，哦，套上去。豆架呢，它是相反的哦，因为豆柄，哦，就这样子，哦，这个做这个设计，我是觉得非常的失败。你看，那边也是，这边，哦，做得那么用，这是要冲哎，出来了，就是这个烧。来，后来换那个头胚啊，哦，这两颗，搁里面那一颗，哦，用十号的这样转，啊，里面也是。正常轮胎可以打过去，另外一边比较好拆啊。就是这个烧，还有这个烧，那边也是。来，还有上面这一颗也要拆掉，保管才能拉出去。然后这一颗讨人厌的东西拿出来之后，保管就可以往外移了。来，你把它拆反着。正常爱就当拽出来啊！一二三，哦，你呢？都在贴条呢。啊，用白手来挂些杀骨，无带你。啊，又落红了。讲这挂在手头时啊，做无做无工过，那是嘛无法度。我记得是这样就拉下来啦。你看，他妈的多失败！哪里翕一下来底？伊这哦，一般人盖迄个较起较迄条个做，这 M 的保杆伊就是。欠这块种阿鲁米的，所以再改前面的保管这一块要注意要移过去，哎呀，哦，我想要扛一边啊，让人家运动，哦，你看嘞，赶快鼓，惊到，来镜头过来，要装保管，先深蹲啊啦，脚抬弯，哎呀，来，那你拍这边，你有看这哦？这里的脆配就是从这里干进去，哦，两边以此类推，哦，啊，一定要发出那呻吟声，哦，哦，你应该这样做，这样当啦，好，哦，来这里拍一下，管定，对这，对这边，哇，这样，哦，这里要干进去哟，哦，哇呵。干进去，哦，干进去之后，另外这边也一样，以此类推。哦哦，来，一二三，干进去。哦，要看下怀水水呢，我看一下。啊，这样就到底了，无可能呢，感觉好像哪里不太对劲哦。也对呢，啊，这样就对了啦，因为那个大灯没有放上去，所以你会觉得这个龟头通得很出来。然后这两只来，各位赶快对家，哦，弄进去，哦，这一只这里一二三干进去啦，哦。来，好哩。所以说，这拆这半把真正足烦的，是安尼。好，调了，都放好之后，然后这个把它转紧，
两边都一样就好了。啊，这个淋胚啊，按上去。啊、哦。